财运不错，可能你之前并未能妥善管理自己的财务，导致自己没存住什么钱。好在近期开始，你懂得节俭消费，控制自己的购买欲，投资也比较谨慎，财务状况较为稳定。感情方面一如既往，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。2024年可以跟对方一起出去吃个饭，给生活一些仪式感。对于单身者来说，2024年也会有不错的机会认识新的朋友，可以多接触接触。健康方面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对方，但还是谨记不要吃过多刺激性食物，规范作息。2024年适合让自己做一次全身心的放松。你2024年的事业运很好，与同事之间的相处愉快，愿意相互帮助，和谐的团队氛围对你的工作效率也有帮扶作用。你身边可能会出现愿意提携你的贵人，对方将给你带来崭新的事业机遇。只要机会把握得当，你的事业前景将越来越好。